首支力宝赛车，哇哥！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要先感谢我的再生父母兼厂商爸爸。没错，我们的不可思议真人真事 GT 跨界玩家在8月23号即将在电影院的大荧幕尽数上映了。今天呢，就是结合电影所举办的一场飙速活动，等等呢，除了会有赛车的表演可以看，我也会亲自的来体验看看在赛道上奔驰的感觉。从昨天晚上一直翻来覆去，完全睡不着，因为真的是太兴奋太开心了。那我们第一场的表演赛呢就已经要开始了，我们就事不宜迟，跟着我一起进去看看吧。今天这一场活动呢，就是主要是以 GTR 为主，所以这边全部都是 GTR 的车主，真的是超级壮观。因为平常你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么多 GTR 齐聚在一起的这种车聚的感觉。那现场呢，我看到一台就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就站在它前面，就是这一台。不太喜欢把车子改得太花俏，我喜欢低调的那种银灰色系啊，就是如果我自己有跑车的话。有没有听到这个迷人的声浪？ Oh my god！ 跟你在电视上或者看影片那种感受度真的差很多。刚刚表演赛一轮结束了，算是中场休息时间。现场这边很贴心，他有准备像什么水果啊，然后还有蛋糕啊，跟炒面、炒饭等等的。因为他怕就是在现场的人可能就是肚子会饿，就是也可以做一点就是热量的补充。刚刚我们在下面已经看完第一 round 了，接下来呢就是第二 round， 但是我们没有在楼下看了。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 VIP 室。超级大，全部都是玻璃，采光非常非常好。我们刚刚呢就是在这一个位置，现在呢是站在上面，所以呢相对的视野呢又更宽广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赛道。我们就来用这个高度，这个壮观的视野来欣赏第二 round 的表演赛吧。OK， 现在第二 round 结束了，就来到最后一回合。虽然我既紧张又害怕又兴奋又刺激的，不是试驾，我们要让专业的赛车手带我跑一遍力宝的赛车场。因为我是第三位，前面是先有昆达，然后再滋滋。然后我刚刚看昆达下来，他看起来很嗨，完全不害怕，有让我放心了一点。但是刚工作人员呢又跟我说，这个一圈跑完大概2分多钟，那么大哎，时速是要多快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可以慢一点吗？我比较害怕。刚刚就是有看风景。哦，真的、哦、好，我也是很需要看风景的。耶、yeah ！安全上路，安全回家。来哦，3、2、1 ，Go！
小姐。各位有看到我刚刚行尸走肉的样子吗？其实我觉得整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玩，只是因为它太多的弯道一直转弯，就很容易头晕。所以刚刚下来的时候真的是稍微有一点点腿软，但休息了十分钟之后呢，整个人都好很多，而且会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玩，很有趣。从30-40的时速直接加速到破200多的时候，觉得我的心脏快要就是一直被往后压，快挤压到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比坐云霄飞车还刺激。然后中间一些过弯啊，跟他踩刹车啊，就是可能要从200多的速度降到50，然后再从50升到200多，是你平常就在一般的道路上不可能体验到，太爽了！再加上刚刚其实我跟这一次 GTR 这个召集人就是有聊到天，才知道说他把北中南所有的 GTR 几乎所有都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事，总共有50几台耶。我觉得今天真的让我就是大开眼界，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厂商爸爸的邀请。最后呢，如果大家也想要一起热血一下，体验一下那种竞速的感觉，不要忘记了8月23号不可思议真人真事 GT 跨界玩家即将在电影院上映啦。喜欢赛车、喜欢竞速，还有喜欢 GTR 的你们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部电影啦！我是想要知道有没有那么厉害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先跟我说，我看看。好，来。好。那你们先夸奖。谢谢大家，很开心跟你们相遇。开始。好硬哦，为什么那么硬？我们身体在转过来。平常压力算算多大？可以哈。蛮大的。五刀，然后我们今天也来一个，突然很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对，好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YouTuber， 对，好，今天最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，哎，你自己到底是不用介绍我，你不用，你有，你太有名了，这跟美不对，这跟漂亮不漂亮，见色忘友，这跟身高比较有关系。我不能讲这种话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就看一看，调一调到底怎么样。今天呢做一个见证，最主要你帮我见证一下它这中间的感觉是如何，差异是如何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